现在正要前往杜鲁斯的路上，现在是在根特最大的火车站，叫做神南城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寻找月台，希望不要迷路。8:30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布鲁是很有名的建筑特色，它叫做山形墙，它的墙壁就是它的屋顶就像山一样。然后布鲁是很特别，就是它保留了那个中古中世纪的那些建筑的样貌，对，它就像有点像是那个时光倒流在。然后就像是真实的城堡，对面两个随便一个柱像。哇，刚好播完了。这边鸽子都很肥，比台大还肥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地就是在那个布鲁日的市中心的广场。现在在播就是，我们现在在布鲁日市中心的广场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钟楼就是最有名的布鲁日的钟楼。对，它叫做，我看一下叫什么，它就叫做Belfort，但是它今天刚好在修馆，所以我们没有机会。格鲁修斯博物馆，好，看一看，这个就在我们中午要吃的餐厅旁边。不过难题是，我们要等到，我们要等20分钟，然后我们就又累又不想上课。10:37，我们有这个圣母教堂，不知道餐厅有免费的厕所，还是有位置。
做饭啊，然后我刚刚这样子是付完钱进来，就像在玩游乐园一样，就是坐在这边等。10块钱，10块欧元。我的软蛋到底在一起 OK 你们好可爱我们好像这个好的好的好的我会给你Le nouveau collège d'Europe sont des études qu'on fait après l'université. Il y a 200 étudiants sélectionnés. And on the left hand side, the new. Hey,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遥远地方，不过总是在运河畔。对，然后可以看到旁边两边的房子都很漂亮，我无言了。我就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已经美到不知道讲什么了哦。有，就是布鲁是有很多韵的，然后很多人会又说布鲁就是北方的威尼斯。对，这个我们现在在那个城堡广场上面，对 ，The Bird 广场。然后四周围绕我这个叫做哥德式的建筑。哦，尖尖的，尖尖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有布鲁日的部分其他还有一些新的建筑。我觉得很漂亮啊，是很中世纪的建筑。像刚才游船之后，那个师大哥在介绍有讲一堆，就是大部分建筑很多都是在13到16世纪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想去但去不了的布鲁日走廊，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很酷的市集啦，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像台湾一堆台湾古早味头啊，或是夜市的这种东西。